好，我们回到课堂上来。刚我们谈到这个数字，就是在与摩诃比丘僧团在一起，然后后面有数字了，那这个 Ardha Trayodasha， Trayodasha 是13，但是加上 Ardha 到底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有时候就是他们习惯上这样表达，是指什么就是什么了。那这个有时候是跟习惯有关系。这个是13了。那这个 Ardha 加在数字前面呢，这边就是简单看一下 Ardha。这个 shatta 就一半再加100，那它可以是50，就是半百嘛，对不对？50，或者是100再加上这个50，可以吗？那半13呢？半13就是7.5，是吗？如果按照这一种，因为他理解有很多种，是吗？半十三7.5嘛，但他这个不是7.5，他是12.5，他字典有给了嘛 ，12.5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意思，我们就要去理解说，如果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就是一半，就是差一半就是13了，差0.5就是13，可以吗？这一半不晓得是什么的一半，是10的一半还是3的一半，这个一半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有时候很难说，但是这边是指一的一半，1/2了，就是差1/2就是13，那就是12.5，可以吗？那这一个字来，这一个天龙法师，这是什么格位啊？巨格，那什么数呢？负数。复数巨格，它这是什么性的变化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来，藏明法师，这个是什么性的变化？应该是阳性。下臂。是吗？大下比阳性是吗？好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个，大家翻一下文法书。本来是一个什么 adjective 吗？不可形容词。108页。应该在106是吗？106108108页。对，没有性的区别，它就是复数，就是不管什么性都是这样变化，可以了。没有性的区别是什么？是，都是这个形，还是要按照？所以它是可以是任何一个形，或者是？对，它长，它一定是要长这样子了啊、这边，来，我准备一个 notes 给大家抄。
这个是在108了啊，在规则327下面的第五个啊，第五项。他说5到19没有性别的区别，在复数时变化有一些不规则。那下面就个表，那我们就是摘录十的部分了啊，5到10、13了啊。那十它一定是大小 B 啊，懂意思了，它就没有跟你分阳性中性不一样的样子，全部都长这样子 ，KK 了啊。那后面又有一个数字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 Big Su Shataiha 是吗？啊，那这个什么性的变化呢？小胎啊，什么性的变化？他没有分性别嘛。这个他是5到19是吗？他已经超过了。好，一样这个，刚刚有人有瞄到了，他是以中性的实干变化。复数了，它一定是复数了，以中性的词干，就是不管它要修饰谁，它都是用中性的词干，懂意思了，可以吗？就是327条下面的第七项，它句格就是小太海，中性句格复数，跟得上吗？可以哈，好。那这里面就要透过理解，就是他其实要修饰这个大的僧团到底多少人，对吗？哈，可以了哈。那他只能格位一样，数就不一样了，是吗？哈，数不一样。那性呢？他已经有固定的一种变化的方式，我们也不晓得它是什么性，但它就是用中性的变化来做鱼尾的变化啊，还有太多变化，好，所以这是12.5。然后12.5个100是吗？他应该要修饰 shatta 嘛，所以回到刚刚是 mahanta， 应该在修饰后面这一个语词 sangha 呢，是吗？那 arda trayodasha， 他要修饰他要跟这个 shatta 来搭配，所以12.5乘100是多少？1250嘛，是吗？对吗？12.5乘以100就是1250嘛，对。所以整个，你还没讲是吗？你讲了吗？就这一句怎么翻呢？与什么？英文的算数跟人家不一样。什么东西？英文的算数很奇怪。对啊，所以数字是最困扰的了。数字是最，它有太多表达方式，同样方式有不同的意思，但就是要去了解，就是翻译吧，我们查的时候又说，印度他们可能最早是用十进位的方式。十进位后来变成什么二进位嘛？太厉害了，电脑16进位，好，来翻译啦，翻译，与什么？与大比丘的身材共1250万。在一起嘛，
就是与一千二百位比丘之大的比丘僧团在一起，是吗？就是数字一般汉语会摆前面，你用共共就没有共嘛，就是与一千两百位比丘这么多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在一起，对吗？啊，千二百。院长少了五十了。十天，二百五十，大家都在傻笑，啊，一千二百五十，好，那这边大家看到汉译本就这个就有点大圣化了啦，哈，它就有菩萨在这边嘛，哈。就是它会比它这一个版本应该是比较后期的了，这个可能比较古朴一点，就同样是缘起经，那它的文句就比较古朴，所以就是佛在就是有波切凡。舍卫城，然后这个圣莲，其孤独，其孤独缘，对不对？佛波切凡有或是住。舍卫城圣林起孤独园，然后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之大比丘僧团在一起，他们是住在一起还是一起在那边游行？住在一起。但是我不晓得其孤独园有多大，你们有去过印度吗？是舍卫城，舍卫城的这一个遗迹还在啊，那其孤独园又有点忘记了，有因缘再带大家去，他们啊，不能带你们，带他们，你们要你们院长带、啊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到这边，这些是发起序嘛，这是序分嘛，是吗？发起序嘛。好，再来就是第二个啊，这个四缘名色这边呢，刚刚听荣老师问了什么问题啊？无名四缘。无名是行的缘，没这样讲啊。对啊，无名是缘啊，谁的缘？行的缘啊。举一隅，得以三隅烦，是吧？OK， 可以了哈。就是这个经文，等一下看一下。
有啊，诸行之源是无明嘛，是吗？哦，这样 OK 吗？诸行的源是无明。对啊，无明是源，源是无明嘛。在这边再看一遍，哪里怪怪的？就是 avidya 根源，它是整个只是有才是的，因为它两个格位一致，性数格一致嘛，它修饰的关系。那这一个无明根源，就是源，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源啊。只是它跟行的关系要怎么样来搭配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诸行之源是无明，是吗？后面每一个源都是无明。没有诸行的源是无明，事的源是行啊，不一样啊。那事就是源吗？事的源是行，行才是源。Sankara Pratitya， 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行是缘嘛，啊、哦。那行就是无明。行不是无明，每一个法的缘不一样，缘它就是一个条件，每个法存在的条件，主要的条件会不同，可以吗？你的困扰在哪里？然后没有看到你的困扰。缘它不是固定，只能有一个，是吗？啊、哦，缘可以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时代，我们可以这一个成功的缘不一样嘛，是吗？啊、哦，这样可以吗？缘它会随不同的情况，缘是变化的。随着变化，缘对啊。那既然变化了，就不是事啊。如果它是变化的，不是事啊，那应该是什么？天龙法师，哎、天龙法师，这，好好，请慢慢请说。因为学生在想到一个我们常讲的、听到的一个笑话，他说：“白马是马，对吗？白马是不是马？白马是马，黑马是不是马？黑马也是马。”那白马是不是黑马？啊，没错啊，他那个诗用是没问题的、啊。哦，你不要就是要意义不意义，不要被文字困扰了、哦、他的缘是这一个，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一种逻辑上的，好像不通的地方、哦、就还是可以通了、哦、我是不晓得。对这个事有那么强烈的啊，一定是不能变这样子啊。对呀、啊，佛是觉悟的圣者嘛啊。出国也是觉悟的圣者。对呀、啊，那是。佛是不是出国呢？我只是因为开始是无明嘛。对呀、啊。是不是后面的事啊？都跟无明有关，所以才会一直延长。没有一个一这个一二三四五到十二个法，第二个是以第一个为缘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个是以第二个为缘嘛，对啊。那他们就是有一些关联嘛，但是主要的。的条件因素就无明就在后面的几个法，它就不是占主要的了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这个是一个说明啊，语言它都有缺陷啊、哦，但是就是要意义不意义啊、哦，它在语言的说明它都会有一些缺陷，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啊、哦，但。正确理解就可以不怪了、嗯、先这样子了、哦、好所以后面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了、哦、啊
再来就是圆慧法，是这个怎么理解？是圆明色嘛？怎么理解？好，来念一下。比这尼亚那布拉迪亚那玛如巴。嗯。它是明色的圆。嗯。明色的圆是行。啊是。是啊。是嘛哈。或者是以是为缘，有名色，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习惯一点，是吗？啊，那这边是主要是梵语的一个结构啊，可以这样理解。那它的理解是以是为缘，有名色。啊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固定了吧，是吗？这种这个表达方式，以事为缘啊，那以事为缘，把它公式化就是事缘名色，对吗？可以吗？就是要补几个字，才能够懂的啊。要不然它就是按照这个持续是缘，然后就名色，按照顺序翻嘛，哈，有翻跟没翻差不了多少啊。是缘名色就是以是为缘，有名色啊。好，到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名色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一个很困扰的字啊，那么那么是名字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但是在佛经里面这边，它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啊？它这边指的是精神的部分哦，色是指物质嘛，哦，那名是指精神。这个梵语有没有这一个意思？你们有没有人去查？那么，我在想，哎，好像都没有那么。Hybrid， 看这巴黎。巴黎是肯定是有，它有一个是。哎，缅甸我。政治部有一部经是有。有解释是吗？有解释。OK。看一下 Edgerton 有没有收？有哎。Depression。应该找查拉曼。拉曼对。好。Name 是吗？有没有精神这一个 substance essence？ 好像没有一般的字，就是翻译字里好像没有特别讲到这一件事，但是这 nama 是 avanama depression of spirits。这边都是巴利有吗？巴利。
mind 是吗？那是 Buddhist Dictionary， 这个是比较 mentality。Metaphysical， 现象界是吗？Immaterial factor of an immaterial 就是非物质的成分嘛，哦、就是说这个语词一开始最原始的一它是没有 perception， OK， 那这个都已经是佛教在专门是佛教在使用的一个。的意义了啦，就是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名称、哦、名称，那它跟 Rupa 一起的时候，它就是指色之外精神的部分、哦、那特别是跟人 的这个组成人色法之外的精神部分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个名就是精神、哦、它包含哪一些受想行识嘛，啊，是吗？色以外就是受想行识嘛，啊，这都是精神，啊。好，那 Vijñāna 大家知道了，就是分别知嘛，啊，是为了别嘛，啊。那这个 Jñāna 是知的意思嘛，啊 ，Jñāna。那它有个接头词 V， 就是分别嘛，别的啊，可以啊，是为了别，了别就是从这个接头词来的啊，知，分别知啊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个名色与。为缘有六，这是六入是吗？来，数先从玄华丽，这 nama rupa 是什么复合词？它是香味识。香味识啊，所以就是这边有个香味识的了哈。那 Nama Rupa 跟 Pratitya 是什么事？这两职业是对、哦、就是这两个关系的职业是、哦、好，那这一句怎么理解啊？六处还是六入？你们喜欢用哪一个？六入处是吗？六入处的缘是吗？的因缘啊，哈，的因缘是什么？名色。好，那这个六入处怎么理解？三是六的嘛，然后呢，阿央他入嘛啊，这个字怎么理解？阿央他啊，是吗？阿央他，Resting place 是吗？啊、哦，它是啊，然后这个 yatana 是吗？啊、哦、，yatana 什么意思？
Vyadhana. Place. 那加一个 R 的，对不对？也他的，对，但是他怎么来的呢？他是 RYAA， 阿亚他呢 ？Plot 啊，他这边有讲，就是在。The five sense and the manas 跟心嘛 ，in the seeds of ayatana， 它就是触，六入触的那个触，就是指这一种地方是吗？哈，地方六触，好，这个叫代数式是吗？是吗？啊，代数式。好，那再来呢？来问德善同学。这个触是吗？处的因缘是吗？是什么？六处啊，六处就是六入处的。好，那个处好像蛮特别的一个字是吗 ？Sparsha。这个处是什么法？色法还是心法？心法是吗？它就是接触是吗 ？Touching 是吗 ？Sense of touch。处一定是心法嘛？它好像有两种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是吗？哈，你如果是无片形，作意处受想是那个就是心所来的啊、哦。但是好像色法里面也有一个处，对不对？冷处、热处，是吗？啊、哦。是吧？好像也有七种，是吗？哈，好，所以就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，sparta 啊 ，sparsa 啊 ，sparsa， 它就是接触或是接触的一种感受 ，sense 是感受的啊 ，contact 接触啊，好。好，再来，继续好了，那个德善同学，因为德善不是善德了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、啊，你是巴利翻过来的吗？那个苏姑呢是吗？姑呢是德嘛？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稍微，姑呢是吗？善，这是善德了。苏姑呢？是吗？哎，你是德善吗 ？OK， 好。希腊是戒。善恶，
的善是什么？善知识的善是什么？啊，苦沙拉。对，苦沙拉是吗？哦，我再帮你取一个名字。若是善德，就是苏姑那啊。那姑那，哭啦哈，哭啦。哎呦哎，但是。哭沙啦是吗？哭沙啦是吗？或者是哭玛拉也有，哭沙拉是吗？哭玛拉，哭玛拉是小孩子不是吗？哭沙啦，哭玛拉基吧是吗？同寿 ，right 是吗？哈。Good， 好，所以姑那哭下了，我这边不能取名字，因为我一直忘记它哪一个顺序了。好，那这一个呢 ？So 的音乐是吗？是处，好，后面都给你啊。受的因，那这个受什么？怎么理解？知道 ？Vedana， 它的这一个字根是什么？对的，VID 什么？它是一个强，Vedana， Vedana 它有痛的意思啊，痛。所以在早期的这一个五蕴的翻译啊，有痛跟痒。是吗？痛痒是吗？我再去找一下，就是受它是被翻成痛的，哦、真的有这个意思，哦、feeling sensation、哦、那它是从哪个动词来的呢？它也有认识的意思，受也是一种。那这样看起来像 vid， 从 vid 来的是吗？哦 ，vid， 然后加阿那，对不对？哦 ，vid 加阿那，然后它有强化，一变成 a， 对不对？哦 ，vid， 那它这边就是，如果是从 vid 来，它是就是了认识了。哦认识，但是大家留意一下，这边还有被动的用法 ，making known， 就是使令某个东西被知道，就是 proclaiming， 宣布是吗？说什么 ？proclaim。所以 making known 哦，好，所以它的这个动词应该是从 vid 来的。它就是 vid 加上 ana。Vedana， 但是它是 Vedana 啊 ，Vedana， 它变音性词啊，然后意思又
他跟认识受也是一种认识嘛，对不对？好的不好的啊，他也跟认识有关联的啦，哦，可以的嘛，哦，好，再来。这个是爱是吗 ？Krishna， 爱的因缘是吗？是什么？是受是吗？这个爱什么意思？啊？啊？怎么样？啊，翻译一下。啊 ，desire 啊 ，desire， 对，它其实就是贪爱了，或是贪爱，对，有它有口渴的意思 ，desire， 贪爱，或者是这不是勾追那个可爱了啊，它是可爱。勾追那个也叫可爱啊这个爱是贪爱，就是非得到不可，就是口渴的时候很想要喝水，那一种强烈的这一种欲望、哦哦、好，那再来就是再来呢，这个是Upadana 是什么？取的因缘是什么？可爱是吗？这个取啊 ，Upadana。它也是这一种从动词变来，就是 upa， 对不对？这个 upa 啊，大再加上 ana 可以吗？但是加阿那通常都是中性的啦，哦，大就是给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乌帕再加还有一个阿啦，哦，还有两个接头是乌帕加阿，可以吗？哦，阿就是给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拿，对不对？哦，再加上乌帕。他把它名词化 ，upadana 可以吗？哦，他这边有两个接头，一个 upa 再加上 a 啊，哦，a 就是那个动作的另外一个方向，可以了哈。gam 是去嘛，哦，啊 gam 是什么？来嘛，哦，可以吗？啊 gam 哦，好，那再来呢？有的因缘是吗？是什么？取啊？那这个有是什么概念？三有，现在的三有。这边的有特别的意思哦，还没有显现的状态。我们现在也是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有一种状态是一种前世，啊，就是感得三有的前世，可以吗？这个 Pava， 所以同样这个 Pava， 我们现在也这种存在也是 Pava 嘛。在设置缘起的 Pava 是三界，
潜视。它不是以我们看得到的这一种存在啊，它其实就是业力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就是我们造了业之后，会变成一种感得后有的一种业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在有部叫做什么呢？无表，是吗？啊，无表色。那意呢？身业、口业、意业是什么？还是在投降，知道答案。在说起有无意业，没有表跟无表的问题，只有色法才有表跟无表，懂意思吗？啊，心法没有表跟无表的问题。设法才有啊，好，所以这边的有，它这边有特别的意思，大家要记得，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存在，它是感得三界存在的潜视啊，它才能够有后面的生嘛，啊，懂意思吗？我们现在存在不会直接到生的，是吗？哈，是这种潜在，潜就是看不到的了，嗯，对，可以吗？啊，但这个是从文字本身是看不到，是佛教在说明色是缘起，它特别解释的一个意思了，啊。听得懂啊？那导师成佛之道一开始不是有一个计算吗？那是什么计算？有海第一个字就是有啊，哦，但那个有是包含看到了现在的存在跟看不到的这种潜视，听得懂吗？一切的存在啊，哦，那。但是奢之缘起的有，它的范围很小，哦，专指看不到那一个的那一个部分，懂意思吗？哦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都没有啊，哦，好。这种无表的分别是什么？无表是吗？表是好像是 prajnapti 的 aprajnapti。好像是这一个了，哦，你先抄一下，哦，表就是能够表显的，看得到的，或是听的，能够表显声音听看不到，让它听得到，能够让 making known， 能够使某个东西被了解的，哦，可以吗？可以使那个东西被了解，那就是声音可以被了解。然后这个语言、文字、手势等等可以被了解，可以吗？哦，这都是表色，哦，应该是这一个字了，哦，Prajnapti 还是 Vijnapti？ Prajnapti 啊，哦。那边是 AVI。啊 ，Vijnapti 啊，可不是 Prajnapti 啊。Vijnapti， 那这个就是为识那个识啊，哦，为显现啊，哦，啊 Vijnapti， 哎，你们有佛光字典不错，对，要来旁听帮忙一下，发挥作用，这样可以吗？哈，哦，它就是使令某个东西被认识的啊，哦，的一个情况啊。哦，是某个东西被认识，不是使令能认识人去认识东西，是使令东西可以被认识，那就是能够表显，有表显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些部分，那到再来就是要看每一个，我们在选，那蛮长的生
啊，那无名啊，无名啊，无名就很长了啊。好，我们挑一下啊，怎么样？无名是吧？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，有问题下星期在课堂上提出来啊。好。好，下课。下课就是下课到问句，再问句，三问句。再送回老师几问句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